牛。唉，终于搞完卫生了，现在是凌晨时间12点多。本来今天挺开心的，跟大家上传一个视频了，影片了，为什么我又上传第二个呢？我妈今天很开心，做了很多她爱吃的东西，但是跟我姐聊完天之后，她突然就难过哭起来了，我姐也哭。为什么呢？我妈就说，你弟都还没结婚呢，就是在说我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哎呀，其实当时我不是说我冷血，我当时我看到这一幕之后，内心也是五味杂陈的，有一丝想埋怨我姐。我觉得本来我妈这么开心，你去聊这个有点不懂事了。然后另一种就是觉得，哎，我妈肯定自责，我妈肯定觉得我为什么会得这种病，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虽然她这几天她不知道我们花多少钱，但是她内心肯定算过账，她肯定知道这一些。那一瞬间，其实怎么说呢，你们又会觉得我又扯到台湾了啊。我会说一个话题，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不想结婚。一方面我觉得我没有找到我喜欢的人，甚至可以这样说，我喜欢的人就像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女孩一样，她已经结婚了，没有我想要的东西了。那我为什么还想再结婚去？我不想再去骗另外一个女孩子，我说啊，只是为了满足我父母开心，我去欺骗这个女孩，甚至欺骗她的家族，我不想承担这一份不负责任的东西。还有一点是什么？其实大家也知道，在我们中国大陆啊，尤其是在北方那边，台湾就没有出现过这些问题，只有大陆才会有，就是彩礼。有的女孩要求你买车、买房，然后彩礼十几万、20多万、30万、40万都有。甚至有的家庭，他拿完你彩礼之后呢，他就不会再给你了。我不是说自己有多抠，但是你说，如果我们都是中产阶级家庭，或者说，中产以下家庭，父母把他所有积蓄都给了我们之后，他身上还留下什么钱？而且我不认为这种，拿这种东西交换出来，这个就叫爱情，这个能维持你们物质生活，我真的不这样认为的。你可以说我穷，但是我内心里我真的不认可这种行为，所以这几年就一直单身了吧。一直孤单到现在了。我甚至其实前段时间很多人知道我要去美国去，因为我有美签了嘛，我就打算长期定居在那儿了，不打算回去了，哪怕黑在那儿也行，我再也不回去了。因为我觉得没有人在强迫做一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也是因为这几年嘛，因为结婚这个话题跟父母吵架，最终我就选择逃避了。我觉得逃避对我来说是一个最能解脱我自己的事情。其实有时候我自己在想，人生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是我上大学那段期间，无忧无虑，长得也比较帅气，也比较开心，没人去逼你结婚。但是相反呢，我今天跟 ins 上一个台湾朋友聊天，我觉得你看，很多人说台湾保留的中华传统文化特别多，保留日本优秀文化也很多，但是为什么台湾你说保留传统文化那么多，为什么他们没有保留彩礼这一项？我真的没有听到说台湾某个新闻就说啊，女生因为彩礼这个问题吵起来了，男生因为彩礼问题吵起来了，真的没有听说过。你说到底是大陆保留中华传统文化比较多，还是台湾保留比较多？这真的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地方。不用看了，灰蒙蒙的天，不是因为阴天，这是大晚上凌晨时间的雾霾，对，大雾霾。所以这就是我比较难过的地方吧。上个月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我还是在土耳其过的年，那个时候连我爸妈打电话都不敢打，因为又害怕说你为什么不结婚，因为周围我的亲戚们全部都结婚结完了，甚至跟我们家有矛盾的一些家庭的人都会去我们家嘲笑说，哎呀，你看你儿子，哎，不是说他混得很好吗，他都不敢结婚，把我当成一种嘲笑。所以那一瞬间我觉得有时候在想啊，当我父母生下我了，是不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折磨，或者说是一种灾难？我不停地在消费他们，然后给他们的人生带来这么多不快乐，那我来这个世界上意义是什么？但是这次又想象到这个事件，我妈妈生这个病之后，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我脾气其实也很不好，但是我就劝自己一定要放平，一定要放平。妈妈现在很不开心，只能这样劝自己了吧。
而且你可以说我冷血，我从来没有哭过，真的，我从来没有哭过。我觉得遇到事情还是要乐观坦诚的看待一切去。今天难过的时候看一个视频，看我的视频评论，影片评论吧，有一个网友说，你们离香港这么近，为什么你们不去香港？我就直接跟你们说吧，我聊过很多问题，我就是喜欢台湾，虽然去台湾很困的很困，但是我就是喜欢台湾，我就是想让我父母在他这辈子看一下他儿子特别喜欢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是其中之一，弥补我们2019年或者是2018年我们准备一起去台湾那种失望吧，弥补回来。你想想，我们第一次到台北坐捷运，第一次去高雄，第一次去海垦丁，第一次去台湾的绿岛，第一次跟台湾的护理师、跟台湾的医师说话，甚至第一次让我爸妈学闽南语或台语，你想想，这是一种多么幸福的事情。所以我就一直想去。然后还有一种原因是什么？香港虽然距离大陆比较近，但是香港是我曾经喜欢的那个人，他喜欢。我对香港我觉得一般。最重要一点就是，我的爸妈是北方人，有可能台湾的朋友还能听懂一些大陆北方的方言，但是如果是香港，他去了香港之后是说粤语的，人家说的他也听不懂，对吧？他说的人家也听不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我从始至终为什么就没有选择去香港，而且好像，哎，反正我也不太懂，所以我就从来没有考虑过香港这个话题。这种灰蒙蒙的天让人真的开心不起来，真的开心不起来。我这一天搞卫生搞得我的手已经开始烂了。有的网友问我说，为什么你们在大陆的医院那些护理师不帮你们打扫卫生啊？我们住的所有房间的卫生都是自己在搞的，没有任何人帮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去弄。一方面我们自己骗自己，包括他们也在说你自己搞，你自己人做得比较卫生，另外一方面确实我们也不太信任他们，当然人家也不会给我们打扫，他们顶多就是去我们共同的卫生间洗化妆间去取一下垃圾，偶尔给你擦一下，大部分还是我们自己在搞，再加上我还有一点点小洁癖，所以基本上都是我们早中晚，我觉得我现在跟坐监狱一样，早上晚上中午很快结束了，真的。进来了，所以啊，台湾人好好珍惜你们所拥有的健保，你们比我们幸福很多了。你像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不想结婚，为什么不想生子，你们是不想生，我们是不愿意生。我们大陆人尤其年轻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么苦，我不想让我们孩子来这受苦了，我受一次就够了，他就别再来这个世界上了。真的，世界不一样，台湾人好好加油啊，保护好你们所拥有的医疗。猜一下我在几楼？骨髓。还有个网友说，你既然都这么穷，都欠钱了，为什么每天都还能去交费去？那对啊，既然没钱，但是有朋友啊，总会有一些亲戚朋友借给你钱吧，所以他们借给我们的那些钱，包括我们卖房子这些钱，还能维持一些生活。什么血型 ？AB 我本来想跟我妈记录一下。我已经回来了，已经到医院里边了。不要为我担心了，让你看眼前最奇葩的一幕，每天都有人破坏这里。看到这一幕了吗？禁止吸烟，但是每次我进这个厕所，烟味都超级浓，超级臭。然后再看这里，请不要把大小便扔在纸篓里，违者罚款。也就是说，每个驾驶他
上完厕所之后一定要扔在垃圾桶里边，而不是这里。还有这里提醒，大小便及时冲一冲，真的有时候有的时候会不冲，很恶心的。所以有时候在中国大陆我真的搞不懂，那些人明明按下键或脚踩一下就可以冲走大便或小便，为什么他不去做？是为了恶心下一个人吗？加油，他们都做到了。